大家好，我是张春慧，亚裔茶艺基金会校长。Hi everyone, my name is Donna Chen,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Asian Art Talent Foundation.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将会在六月二十二号，就是今年的六月二十二号晚上七点钟，在圣盖博士剧院 San Gabriel Mission Playhouse， 在320 Mission Drive City of San Gabriel， 我们有一个隆重的舞蹈展。We're gonna have the big show。来，这个舞蹈就是我们每两年才做一次，我们筹备了两年啊。今年是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作风，每次的一个舞剧。那今年的舞剧呢是牛郎织女，牛郎织女 Forever Love The Cow Curd and the River Girl。 我们的宗旨呢就是讲要介绍舞剧给我们在美国的这新一代的，还有大家的美国的侨胞民众，就是讲要认识一下我们的中国传统的一些我们叫做 Folktale Story 民间奇传故事，然后让我们的下一代还有大家都永远知道我们的中国的文化还有传承。那这一次呢，我们除了牛郎织女这个舞剧呢，是有高达30分钟长，在30分钟内我们要把整个舞剧表现用舞蹈的方式展现给大家，对我们来讲是一件比较 challenge， 就是比较挑战性的。但是以我们100个舞者的作风，每年我们都会有很努力的筹备两年的一次舞展，所以不会给大家失望。我们除了舞展这个牛郎织女舞集外，我们还有其他的民族舞，就是讲在上半场我们会有一些就是传统的民族舞，中国舞，比如是今年有我们的朝鲜族，我们的汉族，我们的还有一个值得提的就是我们的黄河这些舞大家都是很熟悉。那我们会在上半场全部展现给大家，然后在下半场的时候呢，我们就韩国的上面鼓，还有我们的这个舞剧，就是长达半个小时的舞剧。我们整个时间是多长呢？整个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那2个小时内就希望大家乡亲们朋友们能够来观赏欣赏，指导指教我们，给我们宝贵的意见，就这样子。那希望大家能够过来。那怎么样的一个售票方式呢？我们没有售票，因为我们是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就是不牟利机构。那我们是以捐赠为主，欢迎你来参加六月二十二号亚裔才艺基金会每两年举办的大型舞蹈。因为是位置有限，我们的票已经大概90%都已经出去了，那剩下的10%留给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请打电话给我手机626-975-3152，626-975-3152，我会尽量的把那这个票的就是捐赠的请帖留给大家，谢谢大家。